我第一次在这里跟大家直播，好开心哦！洗头发喽，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！哎，人数一直在跳哎，跟股票一样哦，就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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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一直往上升高了。旁边有鬼哦，旁边一直在笑。哇，有人说我摩天轮这多少钱？这太夸张了！我的妈！哎，抢红包！快点拉抢！有人送我一个抢红包哎！多少钱？我的妈！我被抢光了！我红包被抢光了！一直大家都说你的偶像跑去哪里？他跑去吃大便了。萨瓦迪卡，捧那个泰国，买到有人说我跑成兰博基尼，有人说我跑成，干嘛点他？谢谢大哥啊，哥走起来，哥走起来，两台兰博基尼，两台兰博基尼了，露露，我们有两台兰博基尼了，好多车车可以坐，走。房子在哪？哎，抢金！哇，有人送我红包哎，又被抢光了。你们这些臭不要脸，很会拿红包。听说好像直播的人要说出里面的人的名字，他们会很开心是吗？啊，谢谢少爷，谢谢，还有，看不到，啊，好快哦，怎么这么快啊？你拉他那么近也没有意义，他就是跑太快，不是镜头拉近的问题。很像播音，大家赶快给我多一点辣吧。朱碧石还没有直播，应该没有了吧？很抱歉，如果你想要看到朱碧石的直播，可能要等到下辈子喽。你的钱有100多万哎，哇！金币耶，以后朱碧石都靠直播就好了。可以怎么拿？哇！你录进去了，你很真心的问他怎么拿。你真的很真心的问，我们不要那么真心好吗？你用写的，递给旁边人看，说这要怎么拿？这样声音都录进去了，大家都觉得我们很缺钱。